家好，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，太热热啦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意外的访客，这一只到底要算蝴蝶还是蛾？其实我不是很会区分，但它的翅膀是蛮漂亮的。它停在我的奇异恩典这里，停了有半小时以上了。希望它不是来这里下蛋呐、只是躲雨而已啊。看我看，我那么近它也不怕。不要来我家下蛋哈！然后先给大家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是桃太郎黑爪的 SP， 也就是杂交品种。然后给你们看，我把它移到这盆，才发觉说它有小侧牙，这两个小侧牙还蛮大的。然后这边我刚刚把它拔掉一个那个消耗掉的叶片，你看里面居然也藏了一个小侧牙，所以有时候那个叶片有问题，不是因为它真的有问题，而是它消耗掉来孕育这个小侧牙哦。我觉得这一颗非常美，虽然我养的黑爪总是不成功挂掉了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，我期待这一颗桃太郎黑爪可以顺利度夏。看它这么会爆侧牙，感觉应该是不难养，可是它的亲本都是蛮难养的，桃太郎不好养，黑爪也不好养，可是希望它的后代很好养。目前观察是还好，因为我都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闪光处，然后呢，期待它可以顺利度夏。就是我的新品种哦。再来，今天呢，我想要整理我的兔耳。想当初这一盆就是那一些随随便便的那个残枝啊，我就把它通通插在这里。结果你看，目前这个新兔耳应该长得还算不错。我想把它单独独立出来种在这个盆。今天就来做这件事，因为其实兔耳好好照顾还是不错的啦，弥补我的熊啊。因为兔耳也是毛茸茸的，但是它其实在我这里还蛮好生存的，只是今年放在这边，你看它掉叶有点多，有点丑，但是这个都是需要整理的，整理了才会漂亮。来吧，动手咯。通常呢，这个因为夏天嘛，换盆直接拔起来就可以了，拔起来然后把土填满就行了。哇，灯器断掉了，我没关系，也有可能我当初是一根一根种的，然后直接这样摆着就行了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困难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，哎，这个不是。其实这个兔耳呢，种好也是蛮好看的，把它摆这样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是我本来想说它粘在一起，不知道它是不是粘在一起，反正就是不小心被我弄掉了。但是我打算把它摆在这里，然后把周围的土填满就好了。那其实它的配土呢，如果你喜欢常浇水，就颗粒多一点；如果你不太喜欢浇水，
像我一样就泥炭多一点，它坠楼了。我赶快把它弄好再给你们看哈。那为了补充它的养分，我加了这么多的鸡蛋壳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我这里面颗粒算是用蛮多的，70%的颗粒配土。其实你让兔耳干一点，反而比较好存活了。在我这边的环境是这样，别人那我不清楚，因为每个人因为环境不同，他所弄的东西如果一样，在我这边也许长得超好，但在你那边也许它就长得不好，就真的很难说。那我这个我就直接这样套盆式的移过来，然后把它弄好就行了，我就不需要再修根了，因为这种天气不适合修根它，然后土把它弄满就好了，弄好再给你们看哈。好了，这样子就种好了，好看吗？其实因为它是直接搬过来，然后把土加满而已，所以这样子其实也算是一种套盆的方式，这样子它就没有所谓的浮盆期，只要你不动它，环境放在阴凉散光处，通常99%都是会长得很好的，大家就等它变漂亮吧。其实因为它兔耳现在出了很多新品种，那我本身虽然也很喜欢兔耳，但是它不同名字的兔耳，除非它外形有非常大的不同，否则我都觉得长得差不多，我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。当然旁边的新点点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叶形会有一些不同，那有的是颜色不同，就是区别性比较大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喜欢我才会再买，否则我觉得兔耳这样就够了。兔耳算是度夏还算蛮容易的一种，但是现在新培育的兔耳啊，像熊猫兔啊我也有买，但是它已经挂点挂的差不多了，反正现在只要是新培育出来的品种哦，它都还非常不好度夏，也可能是我的功力太差吧。说说看你们养的这些兔耳会不会是非常容易度夏的品种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兔耳把它搬家搬到这里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